说废话。还有一小问题啊，嗯，我不止一次听唱歌的哥们儿们跟我聊，说学吉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追小女孩。基本上这个动机是有的，不下将近十位知名男歌星都跟我这么说过。为什么要学这个？可能以前的电影或是什么小说里面，男主角不是都背着吉他到女主角的窗下，然后弹着，对不对？哇，水就泼下来了。对，也有时候是这样的。就像《对面女孩看过来的》这首歌的初衷也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原始的冲动，对音乐纯纯的那种感觉，所以还蛮可爱的。你想象这个状态，女生宿舍门外弹着这唱啊？哦，会哦，也挺好。但是你那个有没有在庙门口这么弹过？出了一帮和尚。庙门口应该是拉着二胡这种。你有没有印象中为哪个女生弹这个吉他唱过歌啊？想一想，凭良心讲还蛮多的了。但是因为是我们联谊的时候，因为我运动队我大部分是男校，都没有女生。唯一的机会就是跟外校联谊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练吉他。然后唱一些感觉很浪漫的歌。你们要干嘛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侣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轻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打动我的心。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问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